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洗衣服。你在洗衣服哦，好的。好的，这么快？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你的宝宝在哭哭是不是？他在哭哭了，哇哇。好的，他一定是饿了，他想要睡觉了是不是？姐姐你不是在修理？姐姐你看餐椅耶，但是这个比你的小的 baby， 你看你坐不下。菜切切，这是什么？做蛋糕吗？我那边有可以冲的哎，我们不知道。